咁我哋今次咧講到就係點樣用心靈誠實祈禱，同埋點樣幫人經歷聖靈，都用聖經解釋俾佢聽。咁我已經傳咗俾你哋噶啦。咁咧呢個經文咧就係講到約翰福音四章廿三節啦。啊，真正拜父要用心靈同埋誠實拜佢，因為咧父要這樣的人拜他。嗱，呢個要字咧其實原文係揾啊 ，seek， 佢揾，即係話咧好多基督徒啦，咁啊個個敬拜啦。咁有啲敬拜咧，可能係用思想啦，可能淨係思想或者口啊，淨係個口講啊，耶穌啊，乜乜乜乜，求你幫我乜乜乜咁樣啦。咁咧天父就揾咯喎，啊呢、這個人咧淨係思想喎，呢、這個人咧淨係求佢要乜嘢喎，呢、這個人咧淨係想要有份工喎，呢、這個就係想要結婚喎。咁咧就個個都喺度個個不同嘅祈求啦。咁但係神咧就揾下睇邊個係用心靈誠實。即係整個靈與魂同埋佢心靈誠實去敬拜，咁所以呢個都係我常用嘅經文去幫助人去禱告。咁譬如嗱，我哋有機會去宣教或者喺呢度啦，為人祈禱啦，咁我哋都可以同佢講啦。啊，神是個靈，所以拜佢用心靈誠實敬拜佢。咁當我哋想同神有密切嘅關係咧，我哋成個心靈去敬拜佢咧，佢就我哋更加能夠同神相通喎。咁而靈與魂，靈呢就是聖經有講到靈和魂的分別的，就是講到呢動物死了的魂就向下面去，人的靈就向上面去，就是人有靈與魂。那就而通常來講，靈就是跟神相交，魂呢曾經都有人問我了，為什麼思想意志感情就是魂呢？我說除了人的功用，內心的功用，除了跟神相交，除了思想、意志、感情，你有沒有想到第四樣？如果你想到第四樣，我們加多一樣下去，不過我們想不到，所以我們暫時來說呢，只是知道呢，就是人除了我們的肉身的功能，就有靈，就是跟神相交，也有思想、意志、感情三樣東西。咁而呢三樣嘢嚟到禱告，嗱我希望嗱我一間解釋咗一間，我希望你兩個嘗試解釋俾另一個聽啊，等你習慣同人解釋啊。即係嗱，我哋點樣敬拜神咧？就係成個思想認同咧，神係最好嘅，神係全能嘅，係愛我哋嘅，乜嘢都得嘅。即係呢種思想，嗱有啲人祈禱咧，個思想會係點啊？可能神都唔知幫唔幫我嘅，咁有啲人真係祈禱咁樣樣嘅喎。神听不听我祈祷的，神接不接纳我的，即是很多对神的质疑，或者神会不会赦免我，明明神讲了我你认罪，真心认罪，忧伤痛苦的心他不会轻看，神会赦免了。但很多人是不相信这件事，那你思想认同呢，就是说我相信圣经讲关于神的事，神是全能和爱我们的。那我想问大家，你是不是全然相信圣经说的那些都是神會真的照著做的，神應許的，你會不會相信？因為你說輪到我都不是很幫我的，人家就幫的，不過對我就不太幫了，那有沒有這種思想呢？我想問大家，會不會有時懷疑神啊？或者譬如我經常都說，你一親近神，神就喜歡了，那神就因你歡欣喜樂默而愛你，且因你喜樂而歡呼，所以可以開心了。咁我想問大家，你有幾多個喺屋企係咁做噶？即係讚美神，神而家好開心，我都可以開心啊！哈利路亞！有幾多個會真係翻屋企咁做嘅？有冇啊？有 ，OK， 咁就主啊！咁我都希望個個都係咁做，咁就可以開心。嗱，如果有人話係咪聖經咁講啊？我哋上一次咪講過嘅，討神喜悅係乜嘢啊？唔難嘅，因為我哋上一次講過啦，你悔改成個天堂為你歡喜啦。你親近神，神就親近你，他就住在你裡面，你又多結果子了。你遵從神就好像建造在磐石上了，就聽到神的道而遵守的人有福了。然後呢就將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，就什麼不能不得想至，一定得想至，所以即是神歡喜啦，神歡喜。所以這些是不是聖經的應承？即是你總之聽神話，神就歡喜，所以我們可不可以開心？可以啊。嗱，呢樣嘢可以傳開俾更多基督徒喎，因為好多基督徒係唔係好開心嘅啫，即係佢唔係特別開心啊，亦都頗多基督徒係煩惱嘅，咁所以我哋就思想，好啦，思想
你能不能夠完全認同神是最好的，我聽完神話就最好的，整個生命就蒙福的了，你是不是相信啊？嗯，是。 OK， 有沒有東西卡住的，有沒有東西攔阻住的，即是你都可以問下人，你有沒有擔心神會幫你啊，有沒有懷疑神啊，有沒有覺得神都未必幫你啊，或者神不接納你啊，即是你都可以問下他的，如果他有些東西卡住。好啦，咁第二咧就係意志啦，意志即係乜嘢啊？點樣敬拜神啊？我決意聽曬神話，我決意讚美神，呢就決意啊！我決意做曬神吩咐嘅，我決意做曬神吩咐嘅，有感情。嗱，啲人梗係話你見唔到神點解有感情啊？咁我最容易嘅答案係咩啊？我都講過好幾次啦，乜嘢？由咩睇到神有愛有感情啊？最容易看到的，我通常會問他，你喜不喜歡什麼？吃東西啦，因為吃東西是通常人都是會喜歡的，通常來的，是不是？那有沒有覺得食物好吃啦，即是神做一些這麼好的味道啦，那你即是你都可以想一下味道的，哇，菠蘿的味和芒果的味和木瓜的味同啊，不啊啲蝦啊，啲蟹啊，樣樣味都唔同喎，啲飯又係唔同嘅味喎。啊，以前唔知點解係咪即係嗰陣時啲唔同咧，用瓦煲煲飯係唔同啲，嗰啲飯香咧，嗰啲人話隔離咩飯香，隔離飯香，點解佢啲飯咁香嘅？點解而家電飯煲煲唔好香嘅？即係唔係好香喎？但係即係唔知點解，但係總之。本來自然界是有香味的， BB 仔都香的，是吧？人都有香味的，其實人有香味的，不過有時不乾淨，所以不太香。好了，那神又做，還有除了這些奇妙啦、設計啦、我們身體的設計啦，即是這些人容易明白嘛。那另外就是神在我們身上的工作，耶穌為我們死啦，耶穌聖靈的感動啦、啊、我們不聽話神都感動我們，所以我們喜歡神，另外為我們預備天堂，真的去到那裡好到不得了，那些人去過天堂，有個人去過天堂，他怎麼說呢？他回來，他太太說，你看這裡多漂亮，他說跟天堂比相差很遠，因為那些花、那些顏色跟天堂是完全不同的，天堂那些漂亮是完全不同這裡的，所以 他的太太覺得，哎呀，真的，他覺得，哇，我已經覺得很漂亮，但你又不覺得漂亮。咁我嚟講，我成日都諗到神嘅好啊！我得閒就諗噶。譬如今次阿 Melody 講佢見到耶穌嘅心，咁我又諗喺度走喺度諗下，啊耶穌望住我係點樣諗嘅咧？望住你哋又會點諗嘅咧？望住嗰啲唔聽話啲人點諗嘅咧？咁我諗到耶穌嘅心咧，我就、啊、神你真係好，我就成日都話神啊你真係好，神啊你真係好，所以我就好中意神嘅。我淨係中意睇，我有時中意睇啲動物嗰啲。片喎，嗰啲貓狗嗰啲咧，啲貓狗啲狗咧，啊主人離開咗一段時間啦，咁佢就話咧，離開咗主人一段時間，嗰只狗會有咩反應？見到個主人翻嚟，嗰啲興奮啦，嗰啲開心啦，啊，同埋啲人點樣氹啲貓狗？有時養啲老虎，有啲人地方養老虎、獅子，都係睇到啲貓狗啊、老虎、獅子啊，都有好有感情嘅。就算啲鵝咧，有我見到一隻咧，就見到個主人咧，佢就咁樣兩隻翼咁啊拍開，咁跑去個主人嗰度啊！啲即係啲動物都有，咁所以我話：哇！真係神好有感情，所以我係好，我諗到神我就中意嗱，我呢樣嘢我真係覺得好好嘅。我想問你，你有冇有時去將呢樣嘢話俾人聽啊？哇！神咧，你好係咪非常好啊？即係講俾人聽，原來神咧咁好噶，咁可愛噶，所以咧我會真係好中意神。所以當一個人咁中意神咧，佢就容易經歷神啦。一用心靈誠實敬拜，成個靈嗱靈就係成個心靈，成個靈魂啦。咁你就向人解釋啦。你一間試下分組嗰陣時，大家即係一間再分兩個兩個練習啦，即係點樣去講俾人聽啊？整個思想、意志、感情嗱。咁我想問下你哋啊，咁你祈禱嗰陣時有冇好中意神咁樣噶？神啊，我真係好中意你啊，好歡喜你啊，好開心啊咁。有冇呢樣嘢噶？有，我哋。Okay.好多謝主啊！咁你都學到啊，應用到係好好嘅。好，咁我哋睇下第二張 slide 喎嚇。咁咧，然後我哋就講俾人聽咧，可以經歷神啦。即係譬如同佢祈禱，可以經歷到嗱呢度，我哋淨係讀嗰個經歷啦，那個經文大家
嗱，我哋即係都以前都講過，不過即係我哋誒，淨係講出有咩經歷啊？平安、興盛、愛、心靈醫治、趕鬼醫病、喜樂、身體舒服、醫治失眠、得著能力。OK， 咁呢啲都係聖經有講到嘅，即係啊有耶穌將平安俾我哋，勞苦擔重擔可以得到安息啦。啊，聖靈將神愛轎灌喺我哋心裏面啦，佢醫好傷心嘅人啦。趕鬼醫病啦，同埋咧喜樂又代替悲哀，啊肉身都安然居住，又可以安然躺下睡覺，又有能力啦咁樣。咁咧就你哋每次祈禱有冇經歷噶？有幾多個每次祈禱都經歷噶？都覺得有啲嘢嘅，有幾多個啊？舉手啊！舉手有幾多個？咁一時時啦，一時時嚇。咁咧，你會唔會話啊？即係神同我一齊咧，帶嚟呢個果效啦？咁同埋你有冇發覺你一投入咧，嗰個力量加強咗啊？個輕省啊、喜樂啊、搖動啊，有冇加強到啊 ？OK， 嗱，你有嘅時候，你可以話俾佢聽話嗱，原來你經歷到咧嗱，咁我哋都解俾人聽。我問你有冇經歷咧，唔係為咗我，係為咗你。等你第二時知道你一祈禱都有咧，即係耶穌嚟祝福你啦。OK， 咁我哋再睇埋最後嗰章啦，就係咧就講到。約翰一見到榮耀耶穌就跌咗地下啦。其實中文翻譯和合本就撲倒，但其實原文係跌倒，就是、fell 跌低。咁然後掃羅咧，佢追殺基督徒，佢見到天上有光，跟住佢又跌倒喺地上，咁咧又係 fell， 唔係撲倒。咁咧就然後耶穌同佢講啦，點解你逼迫我咧？咁樣咁呢度即係講到神嘅同在，人會跌倒啦。咁而冇咁強嘅時候就會搖動啦。咁咧，你哋祈禱有冇搖動啊？咁都係聖靈嗰個臨在。你有冇投入啲嗰個搖動強啲？有冇呢樣嘢啊？嗱，你試下咁樣投入啲，自己試下投入啲係咪強啲？同埋嗰啲愛同埋喜樂係可以強啲喎。嗰種能力流過，大家有冇嗱？其實好多人可以經歷過，即係先個能力流。我一講就我腿咧，直情好似有走過咁樣樣嘅。你可唔可以試下而家咁樣？多謝耶穌。好中意耶穌啊！好歡喜耶穌，你聽覺得有冇啲嘢好似喺個腿嗰度流過咁樣嘅感覺？有幾多個有啊？即係好似有樣嘢流過咁樣嘅感覺，好似有啲嘢好舒服喺裏面嗰度。點講？好熱嗰啲啊。OK， 嗱熱有一種啦，有啲就係好舒服咁樣樣啦。係。咁你可以形容到啦，即係你經歷。咁但係你又唔好俾個人好似令到佢唔舒服啊！即係哇，你咁多經歷，我乜都冇嘅咁樣。咁佢又覺得好。即係好似不及啦，咁但係佢有嘅時候，你話嗱，即係神祝福緊你啦，神同緊你一齊啦，咁即係可以投入嗱。點解我會講呢樣嘢咧？咁咧，我哋有機會去到宣教啦，你就有機會同嗰啲人祈禱啦。咁你就同祈禱嘅時候，咁佢有經歷喎。嗱，你睇第一容易睇，你容易睇啦，第二佢搖啦，第二咧你按手咧，你會覺得有啲嘢嘅喎。嗱，你成日按下縫牆咧係冇嘢嘅喎，你隔離張凳咧按下冇嘢嘅喎。但另外一個人嗰度係有嘢嘅喎，咁越投入咧係越有嘢嘅，咁呢個咧就係即係我知道佢有冇經歷，同埋企喺度咧，佢一企喺度，你發嗰種力拱過嚟嘅，有幾多個試過呢樣嘢？即係你唔使按手，你試過嚇，即係唔使一定按手，按手又更加會感覺到好似有種力拱過嚟嘅。咁呢個咧，我形容係叫。好似 biofeedback 嗱 ，biofeedback 係咩 ？bio 即係生物啦 ，feedback 即係嗰個回應。嗱咁咧就好似點咧？有啲儀器咧，有個機器嘅，有支針就攞一條電線去個頭嗰度貼住，跟住咧個人咧就放鬆，因為佢個阻啊計個電阻啊，你越放鬆咧，嗰啲電就越流過，咁嗰支針咧就會喐啦。即係譬如佢係。越流過佢啲針越高，咁嗰啲人就練習放鬆啦。即係嗱，呢個一個儀器嚟嘅，係一個 biofeedback， 即係生物嘅回應。咁佢就坐喺度啦，放鬆嗱，幫啲人好大壓力嗰啲啊，嗱你放鬆啊，支針喐咗咯喎，再放鬆啲，睇住啊，支針又再喐啲喎，再放鬆可以去多啲喎。嗱，我哋都係咁啊，你投入哇，嗰啲力好似喺個腿嗰度走過越強喎，咁你咧就可以。告訴人聽啦，你當你有任何感受，你可以問下佢啦，有冇覺得輕鬆啦、舒服啦、開心啦、愛啦、有能力走過啦，
身體搖動啦，有嘅時候咧，即係話神更強喺你身上啦。咁呢個就係你可以同人祈禱嗰時咧，去解俾佢聽。嗱，聖經有講嘅喎，平安譬如先嗰張 slide 講到平安啦，重擔釋放啦，愛啦，有講到能力啦，喜樂啦，呢啲都係可以經歷到嘅。咁你就用呢樣嘢幫人啦。OK， 有冇問題啊？關於呢方面，大家可唔可以同人解釋到啊？一陣間我就俾你兩個解釋，我就過嚟聽下你哋解釋啊。有你未解釋之前，可唔可以問啊？即係有冇嘢需要問啊？係你講啊。我想教你，如果你譬如話按手為別人祈禱，係咪首先自己都需要向神認罪悔改先？你自己如果裏邊有好多嘅苦毒黑暗，咁你如何為別人嚟到按手？ OK， 嗱呢個咧係應該時時有嘅準備啦，即係已經係活在成日都處理罪嘅狀況，就唔係淨係為人祈禱嗰刻咁。應該是這樣的，如果一個人很多時候都被罪捆綁，那你就不要跟人按手了。你是整體上，即不是說你完全沒有罪，而是整體上你都是處理罪的，是一有罪的意念立刻處理的，那你可以放心，即是你不是在罪中。即是有些人有時都內中猛整一下嘛，有時有些不開心一下嘛，但你跟著處理，那你就不用擔心了。即但有些人是整天都捧著啊，生著啊，又成日有邪靈搞擾啊，瞓覺又鬼責啊，嗰啲就唔好同人按手啦，即係免得即係反而傷害咗個人啊。我想有一個問題咧，譬如話而家為人按手禱告，我試過前嗰幾日我為一個組員嚟按手禱告嘅時候，佢係個靈好混亂嘅，咁嗰下我都唔知道，我翻屋企我成晚都瞓唔到，我人哋話靈嘅轉移係咪真嘅？係真嘅，一嗱聖經嘅根據係咩咧？这个十二血流的妇人摸耶稣，耶稣说有能力的身体出去。这个在马太，看看是马太还是路加呢？路加第八章，由路加第六章就讲到众人都想要摸耶稣，又有能力在他身上出去。那就是说呢，他们摸耶稣是会觉得有能力的。那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呢，聖靈的能力可以透過身體接觸傳遞。咁而即係我就會咁樣，首先我哋基督徒咧都發覺係有呢樣嘢喎。即係嗱，聖經耶穌講到耶穌係咁，有啲人話耶穌啫嘛，但係我哋的而且確都發覺係咁嘅。我哋同人按手咧，真係有啲人即刻覺得有能力啦。譬如安卡羅維按手，哇，真係好電流入嚟咁，好大愛湧入嚟。咁我都曾經為好多人祈禱，佢即時有感動啊，又覺得有能力啊，咁真係有覺得，同埋有時身體搖動啊，都係即時傳遞到嘅，傳遞到嘅。咁亦都嗱，我就推論啦，即係推論就係乜嘢咧？因為聖父、聖子、聖靈又創造天使同埋人啦。咁天使有三分之一墮落咗啦，咁嗰三分之一墮落咗就變成邪靈同埋魔鬼。咁自然佢都有聖靈嘅質素，就係佢一樣可以傳遞啦，即係。佢跟聖靈都有類似嘅質素，所以喺異教都有按手嘅，佢哋都有按手，同埋咧，佢有時用氣功醫治啊，佢都會個手一路咁掃啊掃啊，咁佢即係佢，但係嗰啲人練氣功咧，佢打坐咧，佢邪靈佢靈魂出竅，佢可以接觸靈界啦，所以佢即係佢嗰啲人又唔信耶穌咧，佢係會有邪靈喺裡面嘅，咁佢就會傳遞到咯。咁係咪應該我為佢禱告，然之後我自己要去做潔淨禱告？我就話應該係時時都準備好，時時都同神有好嘅關係，處理生命，讓我哋任何時間都唔好有破口。即係喺我嚟講，我係好小心嘅。即係話我有啲咁多唔好嘅意念，我即刻處理，因為我唔想有咗破口啊，然後先去處理。我係想保持自己冇破口，並且我唔係淨係保持冇破口，我係保持一路充滿啊。如果我哋想極大嘅充滿，一定係冇破口先可以極大充滿。如果你有破口，一定係漏嘅，即係你咁諗啦。破口好似個水杯漏水咁樣，你經歷咗幾多都漏㗎。咁但係我哋保持嘅時候咧，就一路加強咯。咁所以呢個係時時保持。咁如果但係我都會咁話嘅。有時咧，你有機會去侍奉下為人祈禱咧，就會俾你有一個機會去練習，同埋咧為趕邪靈咧就更加俾你一個挑戰啦。咁啊，譬如有機會趕邪靈啦，如果我哋有機會咁做啦，咁你喺度，咁你就自己祈禱咯，真係神啊，赦免我一切嘅罪。咁然後你祈禱啦，咁咧你就真係話神啊，我戰戰兢兢放低曬啲罪，我願意奉耶穌名趕邪靈。嗱，你真係睇到你奉耶穌名啦。如果有機會你喺度，我又喺度啦。我話你趕先啦，我唔趕住。因為點解咧？你趕完咧，你有信心啊。
你話原來我都得嘅喎，咁啊，咁你嗰個信心就加強啦。因為我講過好多次，我知道係可以嘅嘛。咁你做過咧，你就有信心，你就會發覺原來我哋可以俾神用咁多嘅。其實有好多短宣嘅地方，好多宣教嘅地方，佢係冇人幫佢做，冇人教佢嘅。即係就算而家今日呢個講呢個心靈誠實敬拜，好多人經歷聖靈，佢冇教你點樣㗎。嗰陣時我喺安卡羅聚會點啊？你唔好諗嘢，唔好祈禱，唔好祈禱，我直接叫你。一費事啲人祈禱啦，哎呀神啊，俾啲力量我啦，哎神啊，要俾啲咩俾我啦，咁啲唔想啲人嚟，咁所以佢叫我哋唔好祈禱。但我就唔係啊，我話你中意神啦，中意神，但係佢當時係叫我哋唔好祈禱嘅。咁我又唔係好理佢，我即係諗住耶穌咁啊。咁即係話咧，我哋識得點樣做，亦都做慣咗啦。咁你有信心，所以有機會去到嘅時候咧，你就有信心。咁佢又你有機會見到個人好醜慘嘅。咁你就真係啦，耶穌求你赦免我罪啦，處理我嘅怒氣，因為怒氣係唔成全神嘅義嘅，就冇益處嘅。咁我咧就嬲都冇乜用，咁我就放手啦咁樣。OK， 好嗱，咁而家練習下啦，兩個兩個就去解釋下用心靈誠實敬拜係咩意思，就同埋咧就係、是、人可以經歷啲乜嘢嘅，祈禱嗰時候可以經歷啲乜嘢嘅。就同埋咧就係、是、身體搖動啊，即係呢三張 slide 嘅內容咁樣去解釋俾佢聽。咁然後咧，嗱我哋就進入祈禱狀況啦。咁你就同嗰個人試下祈下，到底有冇經歷。